好啊，今天我们来学一点都不 easy 的 easy 啊。从这块前面先是抽后站啊，然后我冲前脚就可以了。然后先是数拍子，一二，前面两拍站着不动就可以了。然后从第三拍开始，就是很 freestyle 这种感觉啊，先是往右边去，痛踏痛踏，这样子去做一点律动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。冲后面啊，这样子，踏踏踏踏，然后可以跟旁边的自己的这个小伙伴有一些交互，就比如说搂搂啊，或者是靠一靠啊什么的，这种有一些互动更好看一点。然后在第七拍的时候，还是从右侧往前看，看观众看前面，然后慢慢转身转过来，走走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面，然后走的时候，哎，站在中间 C 位。然后这个动作你可以稍微站的比较帅气一点啊，不用站的直直的，这样子太正了不好看，弯一点，右边或者左边都可以，无所谓的，就站的帅气一点。然后在第七拍的时候，手拇指张开，站在胸口前面这个地方，啪啪，这样子往下去打两拍，打两下，七八，那样七大，这样子的感觉，往下打两次，然后继续，两个手还是啊交叉叠到一起，先靠左边一点这个位置上，哎，扭一下，再往右扭一下，这种感觉啊，然后痛痛，往左的时候，你看你的身体也是去往左去转，同时转手扭手的同时，把你的左脚往起提，踏，这样子的感觉啊，痛痛，踏，踏。扭往左扭手，左腿起，往右扭手，右腿起，两次，踏踏踏踏，落脚往前迈，接后面就可以了。所以前面这两个八拍就是一些起始的动作啊，自己去 freestyle 去 hip hop 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是这第一段的内容，很简单啊。我们来跟一下这一段的拍子，然后后续大家想继续学的话，去我们官方的淘宝店进行购买，或者去我们 B 站、哔哩哔哩的账号开通专属的视频进行学习。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